扎根边疆教育一线40余年，推动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公办免费女子高级中学。孩子必须读书，钱拿着，老师等一会儿来。今天我们讲述和学习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的故事。宏伟的精神扎根在我心里，我一定会将学生们培养成才。希望你们坚定自己的信仰。杨妈妈，我们爱你。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这是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写给她的学生们的寄语。张桂梅扎根边疆教育一线40余年，推动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公办免费女子高级中学，帮助近2000名来自大山里的女孩子勇敢地追求人生的梦想。她用红色精神育人，让孩子们在心里埋下信念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校长妈妈张桂梅的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撒贝宁。让故事照进现实，让世界品味中国。这里是由泸州老窖国窖1573独家冠名播出的《故事里的中国》。《故事里的中国》由格力零碳源赞助播出，光伏储能一体化应用，助力实现双碳目标。零碳源，格力造。鲁花高油酸花生油，高油酸高品质，青春派健康油。《故事里的中国》由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赞助播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观看《故事里的中国》完整视频，专享幕后精彩内容。1964年9月4日，由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排演的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歌剧《江姐》首演。《江姐》成为了新中国歌剧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经典作品。一代又一代人在江姐的革命精神的感召下成长，而这当中也有当时年轻的张桂梅。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有幸能够请到歌剧《江姐》第二代扮演者、原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演员孙少兰。掌声有请孙老师。您好，孙老师。你好，欢迎来到《故事里的中国》。您是从哪一年开始跟江姐结缘的吗？77年，40多年了。今天您能带着我们重温一下这经典的旋律吗？可以。红颜上红梅台，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爱向阳开。您也是因为这部经典的作品和张桂梅老师之间有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桥梁。是的。有一张照片在社交媒体上阅读量过亿，就是这张。那是你们第一次见面吗？对，2018年8月，我去华坪女高，到了学校一看，张桂梅老师很瘦弱，感觉是有病在身的，双手都贴满了胶布。当时我心里一震，
看到我们特别高兴，那个笑容可灿烂了，说我从小呢特别喜欢江姐。他在中学演过江姐的全部歌剧。他是在歌剧里演江姐吗？对，江姐在他心中很美，很纯粹，有信仰，他很想做江姐这样的人。当时他带我们参观学校，球场上有100个孩子穿着江姐服装，唱一首江姐里头的一个咏叹调。我这人很少哭的，那天我在那儿拍照片，我不知道我怎么就出来这么多眼泪，但是这个时候我感觉他轻轻地靠在我的肩膀上，我就没敢动。那个时候我觉得心里很温暖。我觉得那一瞬间是张桂梅校长非常幸福的一个时刻。对，他说我从小生长在黑龙江，后来中学毕业了以后，随着他三姐到了云南，又认识了他的丈夫，还是很浪漫很幸福的过了一段时间。后来不幸的是他的丈夫得重病以后去世了。在华坪的时候自己又得了重病，华坪当地的政府和老百姓凑钱肩扛手拉的给他拉到医院去以后做了手术。当时华坪县说过一句，说别看我们这儿穷，但我们一定全力救活你。对，他特别感恩，他就觉得我应该重新振作起来做些事情来报答这块土地。他想创办不需要交费的学校，让很多的女孩进入学校学习，可以走出大山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是很长的时间里，张老师和其他的老师们一点一点坚持下来，才有了今天的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是的，我父亲是华坪人，在我的家乡有一个人在践行着江姐的遗志，其实我对他也是一种感恩的心情。有一次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那天我感觉他精疲力尽的，话都说不出来的感觉。他说哎呀，我今天疼啊，因为他身上有很多病。那我说你需要我们做些什么事情？他说你就给我唱一个江姐里的唱段吧。最好的药。对，那个时候他还说完了以后，我心咔咔咔颤得要命。我说今天我给你唱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他说太好了，我就想听这一段，就拿着电话。春蚕到死，我就感觉那边那个声音啊不像刚才那样没力气了，他就开始跟我慢慢慢慢唱。我是说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感觉从头到尾的歌词都是写你的。一般形容老师都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对，他的写照。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戏剧总导演田沁鑫将带领我们的戏剧演员用戏剧的形式来演绎张桂梅校长的故事。在他们开始排演之前，他们也安排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学习的环节，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欢迎大家来到故事里的中国，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也是节目的戏剧总导演。今天我们讲述和学习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的故事。我们大家先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演员苏青，饰演的是江姐。我叫王莎莎，在这个戏剧中饰演的是青年时期的张桂梅老师。我是演员艾丽亚，我在这个剧中的演张桂梅。我是故事里的中国节目组的总编剧张坤鹏。张桂梅老师的故事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在做这个戏剧的时候，我们和节目组的总导演经过反复的讨论，确定了以江姐和张桂梅共同的精神信仰为深度关联，用《红梅赞》这首歌作为精神意象，
表现了两个人之间的传承红色基因树人铸魂的动人故事。今天戏剧的主创和演员们将一起通过极为珍贵的史料走进张桂梅和江姐的故事，请演员们为我们读一读其中的片段。我没有存款，没有房子，也没有家庭，但我有一颗火热的心，我的心里有党，有国家，有人民，有学校，有千千万万的孩子。我把光明带进了大山，孩子们有了光明，就有了前程，有了幸福，这样我就什么都有了。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独行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江姐和张桂梅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是他们的意志是一样的。张桂梅在这个江姐身上得到的鼓舞和力量，我觉得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她在践行着从江姐那里学到的共产党员的信仰和决心，并且把这份信念传递了下去。张桂梅老师以实际行动传承着和践行着江姐共产党员的精神，在四川大学的江姐纪念馆里珍藏着与江姐有关的珍贵文物。节目组安排了一次连线，川大江姐纪念馆的毕玉馆长将带我们一起近距离去看一看这些珍贵的文物。毕馆长您好。田导好，大家好，我是毕玉，我现在是在四川大学的江姐纪念馆，和大家一起看一看文物背后的故事。这是一份入学登记表吗？是的，虽然这张登记表历经岁月已经泛黄，但是字迹仍然能够清晰辨认。大家可以看到，江竹君的入学登记表姓名一栏填写的是江志伟。1943年，江竹君与朋友吴假扮夫妻，在重庆开展地下革命工作。不久，江竹君被特务跟踪，为了保障市委机关的安全，党组织安排他转移到成都，化名江志伟，报考国立四川大学。江竹君仅用3个月就补习完高中3年的全部课程，并在1944年成功考取，从此在四川大学开启了自己一边学习一边革命的生活。江姐只花费了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跟她对知识的这种渴望是绝对分不开的。张桂梅老师同样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毅然决然地去创办华坪女高这所学校。这是江竹君牺牲前2个多月在狱中写下的托孤信，信中写道：“假若不信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叛教已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这8丈大的纸片上，密密麻麻写下的是一个战士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和坚定信念，也是一个母亲对孩子无尽的牵挂与期待。江姐她在写那封托孤信的时候，她选择放弃自己去成全更多的家庭幸福，如果有可能的话，希望能看到我们的和平生活、美好生活。张桂梅和江姐身处的时代不同，却都用着奉献和奋斗，让自己的人生之路呢闪耀着信仰的光辉。这份精神力量，也将在张桂梅的学生中代代相传。张桂梅校长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九死亦无悔。
很多人都是被他这份精神感召，加入了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队伍。接下来我们要请到我们舞台上的就是其中一位，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办公室主任张晓峰，有请张主任。上上好，你好，你好。您是哪一年到的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我是2010年到女子高中工作，印象最深的是张老师啊，他带着我逐一的到学生家去家访，他走访了1000多名学生的家庭，家访的行程达11万多公里。在家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凡是他看见的，只要是他觉得没他过得好的，他都要去管一管。据说张老师有时候碰到困难的家庭，直接把衣服啊、身上的钱就全留下了。对。校长对于孩子，据说体贴无微不至。对。之前网上好多年轻人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秋天到了，如果想炫耀有人关爱你，得亮出你的第一杯奶茶。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好像在学校里也轰动了一次。2020年的秋天，我们新学期开学，正在组织这一个学生军训。有一天我跟张老师啊去看这些孩子们，我说不行，要得给他们弄一杯奶茶去。我当时我在他旁边，我是很纳闷的，给谁弄啊？张说赶紧给所有的学生弄一杯当地最好的奶茶来。当468杯奶茶送进学校的时候，整个校园沸腾了起来。哎，我都能想象那个场面，尤其是女孩子们尖叫声、欢呼声。对，特别特别的开心。张老师啊这样说过，我希望有一天这些孩子走在街上，想喝什么就能喝什么。我们在朋友圈里看到过这样一个截图，张老师说你吃这个，我不吃，吃了长胖。张老师说你管他呢，长就长呗，反正你都这么胖。这是校长平时聊天的风格吗？对，非常的直率。直率，非常的可爱。张老师啊有一个朋友叫王秀丽，然后一天呢，那个秀丽姐过来找张老师，张老师很突然的问你看一下，哎，我跟你秀丽姐谁重？秀丽姐的这个脸颊呀要比较圆润一些，然后我就说啊，秀丽姐比你重。张老师哗一下就笑了起来，说你小子看错了，我130斤，你秀丽姐她120斤，我比她重多了。我印象中的张校长，新闻报道镜头画面里都瘦得让人心疼的那种状态。张老师啊人也越来越消瘦，这几年体重从130斤到100斤，再到现在的80斤。特别是2020年啊，张老师生了一场重病，一下就掉了40斤下来。当这个体重掉下来以后，就再也没有上去过。张校长绝不仅仅是中国大地上唯一的一个这样的校长，在很多地方和他一样的内心充满了信念的老师有很多很多，这才是民族未来的希望。谢谢您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校长的故事。谢谢。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成立13年，近2000个大山里的孩子跨进了大学的校门，实现了他们人生的梦想。他们当中有的人成为了教师，有的人成为了警察，有的人成为了医生。
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请到了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一位毕业生。今天的她是丽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的一名警察，让我们有请杨晶晶。晶晶你好。你好，孙老师。欢迎你来到节目。你是哪一年在学校？2012年的时候进入的女高，2015年的时候毕业的。你小的时候梦想过有一天自己会成为警察吗？以前没有想过，也不敢想，家庭的条件是非常的艰苦，读书都是我的一种奢望。父母在我3个月大的时候就离异了，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在我初二的时候，外公因病去世，然后外婆告诉我，继续读高中的话，家里面供不起，要不我就去给你找一个好人家，咱就嫁了吧。当时我就崩溃了，我不甘心。很幸运，我的一个亲戚告诉我，华坪建了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只要我们想读都可以去读。当时我就填报了志愿，不久后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记得第一天开学的时候是外婆陪我去的，那一天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了张老师，他会在门口迎接我们。那第一天见到校长什么感觉？很兴奋，我感觉又可以重新踏入学校的大门了。去到张老师的办公室，他说，姑娘，你为什么来女高？我告诉他说，老师，我们家没钱供我上学。然后张老师回答说，你就安安心心的在这儿读书，我供你。然后他对外婆说，你就把孙女放心的交给我吧，我来供她。当时外婆也哭了，以前都没有见她这么哭过。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就开始了你华坪女高生活。你眼中的张校长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又严厉又可爱。我们的生活中他无时无刻都在，起床铃声一响，然后他很准时的，说小喇叭就响起来了，姑娘们起床了，赶紧要迟到了，跑起来。小喇叭有些时候他会很反常，他按了开关他会放一首歌，是那种以前就是垃圾车上会放的那首歌，然后我们就下面的全部都笑了，他自己都笑了。这个时候又变成可爱的张校长。对，校长是一直住在学校里。对，他是跟我们住在一起的，他一直都住在3楼最靠楼梯口的那间宿舍。他是全校起得最早的一个人，因为华坪是天气比较湿热，在夏天的时候会多蛇虫鼠蚁那些，他害怕这些东西咬伤我们。早晨5点多钟，他就拿着自己的手电筒，然后进入漆黑的教学楼，他一层一层地帮我们开灯，帮我们排除一切的安全隐患。你跟张老师一块住过吗？我在高三的时候是跟张老师住一个屋子的，就睡在他对面的床上。那段时间我记得是在高二下学期会考的时候，那段时间非常的关键。家里人打电话说我的母亲去世了。母亲去世的消息，他找到我，让我跟他住在一起。有一天夜里，我偷偷的哭了，我哭得很小声，但是没想到他还是听见了。他翻过身来问我，姑娘，你别哭，有我在，其他的事情我都会解决的，你就安心的读你的书。没有了妈妈，我给你当妈，我供你读书，放心。
那段时间，他每天都会把自己的酸奶分给我一杯，在我上课的时候，他会悄悄地把酸奶从教室后门递进来，然后自己又悄悄地走了。张老师的关爱已经超越了一个老师给我的东西。妈妈给我的，张老师给我了；妈妈给不了我的，张老师也给我了。好像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很多学生都会叫她张妈妈。我想这样叫，但是那句妈妈就是像一个石头一样，就卡在喉咙这里，一直没有喊出来。在她心里，她要装着是所有的孩子，近2000个孩子，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尤其是让她感到紧张的是每年你们高考的时候。好像说张校长是每一届考生他都要亲自送到考场，对，都是他亲自送。那天是他一起坐的一辆公交车，他就说：“姑娘们别紧张，我们来高歌一曲。”在送进考场之前，小喇叭的声音也是响起了，他就说：“姑娘们别怕，我在外面等你们。”我在外面等你们，这句话很重要，也很温暖。对，有他在外面等我们，然后我们觉得很安心。你现在这身警服，应该就是对张校长的一个最大的慰藉。我一直记得他说过：“不要感谢我，我哪有那么大的能耐？要感谢，就要感谢党和政府帮你们圆了大学梦。”我记得有一句话是这样说：“长大后，我就成为了你，我也能希望自己像张老师一样，在我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奉献自己。”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身边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演绎，用戏剧的方式为我们呈现张桂梅校长的故事。好。桂梅真能干，在丽江华坪的大山深处把学校建得这么好。是啊，真佩服。教堂的老师，老师好，老师好，同学们好。你们是几年级的学生啊？我们是华坪女高一年级的学生。你们都看的什么书啊？红岩，里面有江姐。你们张校长啊就很喜欢江姐。校长说只要进了华坪女高，肯努力用心学，人生就会不一样。校长说我们要学习江姐坚强的品格，还有不屈不挠的精神。真好。不过呢，不仅要学江姐的精神，也要学习当代江姐你们张校长的精神，知道吗？好，我们记住了。我们知道了，老师。我们知道了。
那不打扰你们了啊，好好学习，再见，再见，再见。同学们，翻开第505页，跟我读。你们要坚持到底，你们要坚持到底，直到最后胜利，直到最后胜利。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孙老师啊，您第一次演讲。向阳开，向阳开。唱得好，桂梅，你唱歌真好听，人也好看，像花里走出来的一样。嗯，有张桂梅在，我对明天的正式演出有信心了。是啊，班长。桂梅啊，你的这股劲儿啊，把寒梅傲骨的江姐演活了。桂梅真棒。老师，为什么说江姐像梅花一样？梅花傲风雪，抗严寒，是在最寒冷的天气里怒放的花朵。江姐就像梅花一样，有着一股不屈不挠的精神。这是难得的品格，难得的韧性，难得的坚强。这也是克服困难最大的动力和表现。就像《红梅赞》的歌词那样：“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我要学习红梅的品格，学习江姐。桂梅啊，这本红颜送给你，希望你能够坚定志向，成为你想成为的人。老师，主君，老师，我来还书。都读完了？嗯。这本《呐喊》读懂了吗？不太懂，但我记着鲁迅先生说，我们的第一要注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就是能改变坏的精神，变成好的精神。您能告诉我精神是什么吗？精神，它决定着人面对事物时所做出的选择。有的人啊，因为懦弱的精神而选择逃避；有的人因为愚昧的精神而随波逐流；也有的人用勇敢的精神去对抗不公。鲁迅先生说，精神是可以被改变的，是吗？对，就像这篇药里写的，夏雨选择牺牲，他牺牲了自己的身体，但他的精神是永存的。药这一篇写的是夏雨的精神，指的呀却是秋瑾的精神呢。哎，老师，秋瑾是谁啊？秋瑾，他帮助女性，提倡女学，让像你们这样的女孩都能够读书。他想要推翻封建统治，目的是为了让这个民族
站立起来。这就是精神，是为了民族的伟大精神。他最后在浙江绍兴宣亭口就义了。啊？为什么会这样？他想要唤醒人们的意识，用生命揭开封建社会的黑暗。他的死是伟大的。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是：“一腔热血，情真重，洒去犹能化碧涛。”秋姐真了不起，她可是个女中豪杰呀。老师，我也想做女中豪杰。哦，你做女中豪杰要干什么？我要学习精神，去拯救民族。哈哈哈！好，读书开智，读书开智。为追求真理，为民族之拯救，才是真豪杰。这是我手抄的秋瑾的诗，你拿去读。谢谢老师。我要学习秋瑾。我要学习江姐。我每次看到江姐都在想，是谁给了她崇高的理想和丰富的思想？是老师启蒙了江姐。老师可以通过教育启迪思想，改变学生们的命运。我也想改变女学生们的命运，希望他们学习江姐，具备坚韧的品格，成为有力量为社会做事儿的人，这个最重要。您是哪年当的老师啊？1983年，刚任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叫我老师，下了课叫姐姐。那您管得住他们吗？我用心呗，教育是个费心的事儿。是啊。后来我就遇上了一个好帮手。好帮手？哦，我知道了，您遇到的帮手就是您的先生。后来想在教育上有所突破，就遇上了董老师。您看，您和他在一起啊，笑容都是幸福甜蜜的。董云汉，你干嘛都在小树林里？我。我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你呢？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我是白族。我是满族。唱歌不赖啊。还行吧。你呢？红颜上红梅开。哎，我没想到你嗓音这么好。还行吧。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你也喜欢江姐，那个时候我很皮实，课程也多呀，不怕累。后来身体又有点支撑不住了，我坚持不住的时候，他就给我读《红颜》，让我坚持下去，鼓励我。对，他是那个喜洲一中的校长，我是老师，他更热爱教育，更热爱孩子。春蚕到死丝不断。留赠他人御风寒，风儿酿酒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同学们，还记得这句词
说的是谁吗？江姐。那我们要学习江姐的什么品格？刻苦努力，坚韧顽强。对，老师希望你们都能成为一个坚强、勇敢的人。就像江姐那样。好。再抬一下。好，来。同志们，挺进报纸重庆市委的机关报。那会有更多的人读到我们的报纸。所以啊，我们要利用这一阵地，将党的思想传递到人民中去，让拉洋车的车夫，让码头上的工人、江边洗衣的妇女，都了解和拥护共产主义。太好了，仔细包装。别大意啊！好，我们负责传递，您放心，准时准点，绝不误事。最重要的一点，注意安全。我负责挺进报的安全，你们负责好自己的安全。放心吧，江姐。走了，走了，走了。出去。哎。今年。比往年冷，让宁儿好好读书。我真希望他能快点长大，能生活在我们为之奋斗的新社会。老彭，哎，你说这话，好像我们再也见不到面一样。朱军，我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老彭。一起看过苍山的月，吃过洱海的风，我会一直记得这些画面，还有山区的学生们，别忘了我们共同的理想，改变他们的命运，让他们考上大学，受更好的教育，做更大的事儿，走更远的路，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幸福，且热烈地活下去。
我丈夫去世以后，我就没办法待在曾经和他一起生活过的地方，我就难受，所以我就来到这个华坪。您看，您把这个学校办得多好啊！对，用我的余生教好我的学生。你们可不知道那山里女孩子生活有多苦啊，只有读书她才能出来，她们要是不读书就是出去打工找到嫁人，帮助她们是我要做的事儿，是我必须为之奋斗的目标。婷婷啊，别哭了，我们家就这个现状，也是没办法呀。可是爷爷，我想上学。等你啊把伤好了，能挣钱了，送你上学去啊。爷爷，那还要多久呢？很快，爷爷不会骗你的。张老师，婷婷，张老师，你怎么哭成这样了？张老师，你怎么过来了？坐。你坐着坐着。爷爷，婷婷怎么不上学了？不念了，你先不念了。马上就要中考了。为什么不念了呢？听见他阿爸在工地上摔成了重伤，马上就要没命了，还指望他养家呢。别急，爷爷，这些钱呢，您先拿着，后续的费用我再想办法。但是孩子必须读书。张老师，你的恩情我记下了，但是我们这个家就是个大窟窿啊，这多少钱扔下去也听不见响啊。婷婷这孩子命苦，生下来就没有了阿妈，阿爸现在又重伤，你说我这个岁数出去打工也没人要我，真是没办法，指望一个小女娃娃支撑起一个家，我活到这把年纪活成这个样子，丢人呀。爷爷不要急，这学我不上了，老师您回去吧。婷婷，老师您讲江姐要吃苦，要耐寒，要承担，您放心，就算我不读书了，我也会学习江姐的。婷婷，钱拿着，老师等你回来。哎呀，我后悔就没能帮上他。哎，张老师给您水。慢点啊。您就是那时候生的病吧？对，那个时候我在华坪县中心中学担任着毕业班的班主任，孩子们要升学呀，教学压力大，我就得了一场大病啊，差点死了。我得多捐点儿。哎，刘姐，捐10块，还有我的5块。乡亲们，还有我的，我的。
是为我的病捐款。大家别急，大家排队，大家排队，大家排队，大家排下队。看到大家都在为张老师捐款治病，我太感动了。是啊，要是没有张老师，我家妮儿早就辍学了。他不仅帮孩子们减学费，还给孩子们补贴生活费。所以咱绝不能让一个教咱们孩子的老师没钱治病。大家都希望张老师好好活下去，这也是全华亭人民的心意啊。我坚决不肯收这些钱，我觉得这些钱应该给孩子们读书，这才是最重要的用场。面对着那2元、5元、10元，一张张纸币，让我感到温暖。我要更加努力地教我的学生，这就是我办学校的初衷。刘老师辞职了。啊？那他们班学生怎么办？这要我说呀。连刘老师都辞职了，干脆咱们就借着这次机会把该说的都说了吧。不行，张老师身体这么差，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张老师，啊，忘说了，把刘老师班的成绩单给我看看。把刘老师班里的试卷给我看看。校长，学校招了16名老师，已经走了9个了。李老师，让他说。不说了，不说了。那我说两句。校长，说。现在条件实在是太苦了，学校没有食堂，都是我们几个给同学们做饭，学生们和我们都没有宿舍，只能睡在教室里，就连上厕所都要去隔壁的学校借用。是啊，男老师们白天上课，晚上阅卷，还要睡在楼道里面，保证学生的安全。这是因为我们学校没有保安。这些苦都不是苦。但是校长，学生学习基础不好，学习质量也不高，这才是大问题。我家里还有老人和孩子，总这么混着日子，倒不……你别说了，校长手疼啊？啊，没事。学校是办不下去了。校长，您身体还不好，要不咱们散了吧？战争时期，哪怕有一名共产党员活着，都要誓死捍卫自己的阵地。今天，华坪女高，我们6位党员坐在这儿，难道要把阵地给丢了吗？老师，不是我们不想坚持，实在是形势所迫。我们的形势能有战争年代的共产党员困难吗？有渣滓洞江姐所处的环境困难吗？江姐面对的是酷刑和磨难，就在这样的考验之下，她都没有后退一步。朱安迪，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江姐，你受过刑，伤口还在渗血，你念，我来写吧。留给云儿的嘱托，我要亲自完成。
这是我留给云儿全部的话，也是我留给新中国的孩子全部的话。叛教已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新中国的孩子投身新中国的建设，势必会打造出繁荣光明的新社会。希望新中国的孩子学有所长，志有所成，把我们的红旗插遍祖国每一寸土地。叛教已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叛教已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江姐失职遭受酷刑，她心里所想的仍然是新中国孩子们的未来。这所花瓶女高在自然环境和地理环境不利的条件下办的学，只要把教学质量给它提高上去，我们的苦就没有白吃。咱们一起再坚持一下，一旦有了转机，我答应大家一起改善学校的教学环境，我们一起改善。校长，我不走，我不走，我要像您一样坚持下去，守住这块教育阵地，向江姐学习。对，我们不能辜负先烈们的期望，我有信心教好学生。校长，我想把刚才发的那些牢骚都转换成继续下去的动力。对，张老师，学生们英语不好，我准备单独把学生们的英语基础抓起来。张老师，我也不走了，我跟着您，有什么困难我跟您一起克服，不能让您这么辛苦。对，不能让您这么辛苦。从今以后啊，我们用革命传统立校，红色文化育人。年轻的共产党员们，让我们一起重温入党诗词，重新出发。好。好。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在这一天，我们为了国家的教育事业凝聚一心，在此宣誓。我看到了同志们在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振臂高呼。我叫张桂梅，是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我叫江竹君，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新中国的校园是什么样子的？新中国的每一座校园里都飘扬着五星红旗，每一间教室里都回荡着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我没有遗憾，
那就是你们带给孩子们的信仰的力量，让他们脚下有路，眼前有光。未来交给你们，我很放心。我一定会将学生们培养成才，不让你们白白牺牲。江姐始终是张老师心中的灯塔，也是我们华坪女高每一位学生和老师们心中的灯塔。真好，张老师的精神真值得我们学习，真令我们钦佩啊。江姐的精神才是我支撑下来最大的动力。我们华坪女高第一届迎来高考，考得怎么样啊？来，太好了。张老师，就剩我们了。校园里冷冷清清的，但我这心里呀，像揣着一团火一样的高兴啊。张老师，您真伟大，学生们都很感激您，想回来看看您。您为什么不让他们回学校啊？华坪女高可不是孩子们的羁绊，这仅仅是他们的起点，他们要走得更高更远。可是我知道，在您心里啊，可一直都惦记着他们呢。红琼啊，我仿佛看到了孩子们各自走向了理想。你听看远处，喜鹊在给我报喜。张老师，我考上师范了，将来我也要和您一样当一名老师。张老师，我考上医学院了，我要当医生，救死扶伤。张老师。我选择工科，做一名工程师，建设国家。张老师，我要当律师，捍卫法律的尊严。张老师，我要在大学期间应征入伍，当个军人，保家卫国。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张老师，这是我们安排好的。张老师，张老师，您批评我们吧。张妈妈，我们爱您。张妈妈，我们舍不得，我们舍不得你，舍不得你。你们从哪儿蹦出来的？从后面。藏在草丛里了，是吧？华坪女高第一届96名学生全部考上了大学呀。我看到这些成绩的时候啊，真是替孩子们自豪。这些孩子们能够走出大山，
真的不容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孩子们在念党章，这是华坪女高开学的第一课。红色基因的传承并不是知识的讲授啊，我希望他们远方有灯，脚下有路，眼前有光。同学们都是江姐的传人。您真是个好老师。是江姐，慢点，是她教会咱们的。是的，慢点走啊。没事，行，硬朗着。同学们，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我们荣幸地请到了两位扮演江姐的老师，大家欢迎。同学们好，见到你们朝气蓬勃，我是心花怒放啊！你们是祖国的花朵，国家的栋梁，祝福你们学业有成。我是第二代江姐的扮演者孙少兰，欢迎。同学们好，我是第五代江姐的扮演者王丽，很高兴认识大家。新的学期开始了，同学们，我们华坪女高以革命传统立校，希望你们坚定自己的信仰，要做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今天请来了两位老师，带领我们认识江姐，学习红梅赞。愿你们能够追随先烈的步伐，记住我们的誓言：清党放心，强国有我。清党放心，强国有我。行党放心，强国有我。行党放心，强国有我。红颜烧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也用连线的方式来送上我们的问候，请导播为我们连线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张校长，这里是故事里的中国，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您好。你好，小尚。刚才我们在舞台上演绎了您的故事，您看到了吗？看到了，这个话剧使我回到了我的小时候。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红颜》，还有《江姐》这个歌剧，看见这样的英雄，我们整个学校都非常的沉默。
哭的哭，不吱声的不吱声了。我们都立志做他这样的人。您这桌上放的《红颜》，这应该是您翻过很多遍的那本吧？是的，这是我快翻坏了的，不知道是第几本了，已经是。今天在节目现场，有一位您曾经的学生，您还记得吗？晶晶，张老师，你好。晶晶的目光一直盯着您身后的那个小喇叭。用了好几年了，质量还行。今天趁着这个连线，有什么想对张老师说的？张老师，您教导我们的女高精神，我一直都记得。您一定要保养好身体，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回报和奉献这个社会。妈妈，我们爱您。张妈妈，您听见了吧？这是发自孩子内心的声音。今天，他把心里的这个梦圆了。好孩子。据说您中学时候就在歌剧里扮演过江姐，是否有幸能够再重温一下那些旋律？那时是小孩子，没有什么功底，只是怀着一颗崇敬的心、崇拜的心，真诚的去向大家演绎他那个雄壮的那个事迹，去歌唱记一辈子的歌。我就唱两句。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昂首怒放花万朵，香飘云天外。欢兴百花齐开放，高歌欢庆新春来。爱心存，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昂首怒放花万朵，香飘云天外。欢欣百花齐开放，高歌欢庆新。古人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我们今天说，老师是筑梦者，更是引路人。张桂梅校长本身就是一道光，他照亮了每一个孩子追梦的道路，让信念的花朵开遍祖国的每一片土地。我在想，此刻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愿望都是，在漫漫的征途上，希望我们的每一个奋斗者都能眼里有光，脚下有路，远方有梦。让故事照进现实，让世界品味中国。这里是由泸州老窖国窖1573独家冠名播出的《故事里的中国》。故事里的中国由格力零碳源赞助播出，光伏储能一体化应用，助力实现双碳目标。零碳源，格力早。鲁花高油酸花生油，高油酸高品质，青春派健康油。故事里的中国由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赞助播出。人民邮政为人民，故事里的中国由中国邮政集团赞助播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观看故事里的中国完整视频，专享幕后精彩内容。感谢收看我们这一期的《故事里的中国》，下一个故事，再见。